反正在我和我奶妈这里，我可爱是有特权的，就像只孙孙一样，我可以躺着吃，坐着吃，还有趴着吃，反正想咋个吃就咋个吃，这就是我能享受到了一份独有的特权。忘了告诉你们，我可不止这一项特权哦。有人在背后偷偷看我，我就要看见你了。难道是有人要抢我孙孙吗？那可不能让你得逞，我要来喽！你藏好了吗？转过头的我是不是更美了？有没有被我的盛世美颜所感染？心中有没有小鹿乱撞？心脏有没有砰砰跳？既然你想看，那就让你多看一会儿，请永远记住我的美貌，下次再给你展示我的才华。但是大家肯定没有听到过我们熊猫小石头发明的一道新菜，叫做糖泡小团团。今天我们将给大家带来的是糖泡朝天椒，现在请大家欣赏我们这道新菜，一再让大家能够了解我们小团子是咋个动手洗澡的。大家一定要理解一道菜里头的字面含义哦，不要产生误解哦。妈妈，不陪我玩，我咬你咯。哪里来的熊孩子啊，烦死了，打扰我吃东西，走开走开，不要靠近我。妈妈，我是你的宝宝啊，我能是哪里来的熊孩子？现在的孙孙跟你比起来，我觉得孙孙更招我喜爱。你以为你快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吧？看我不理你，你怎么办？你只知道自己吃，也不给我吃点，也不陪我玩耍，我好饿又好无聊啊。笋笋果真好吃啊，你确定不吃点吗？这么粗的笋笋我怎么能咬得动？妈妈也不管我，我只能接你妈妈吃剩下的喽。走了走了，自己玩自己的啦。弟弟快点来帮忙啊，妈妈在挠我痒痒肉，快点来帮帮我啊。好嘞，等一下哦，我从这里下来有点困难，你坚持一下哦。你稍微快一点呀，咋动作这么慢呢？我看着都着急。阿妈，咱能不能休战一会儿？太累了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你看吧，我来了，你都用不到我帮忙了。我知道你很厉害，根本就不用我帮忙吧。我要吃东西了，你们慢慢玩吧。谁说不用你帮忙了？快来帮忙，我反抗已经不起作用。